喂，今日一齊出黑衫喎。喂，上次啊，即係直接拍衫喎。哇，好有默契喎。我們是絕對沒有。其實依家集咧，我哋原本係一次過拍曬俾你睇，又唔係鏡子點樣set up曬幾隻睇，因為好，依家就好多新人嚟，但係因為咧佢一個人到我未到，所以冇人揸機，所以拍過俾你睇。最陣間我哋會講解一下啦。係啦，陣間都係一樣啦，都是一樣啦嚇。我們會。 感受了一晚，然后明天给大家一个full review。系，介绍我要拍下啲先俾你睇啊。对啦，跟住我我哋跟住先啦，我先睇睇这里。准备埋。好彩一位好心人士借我哋嘅车，多谢咩妈妈借我车仔。 系咪？如果冇车仔嘅话，我搬个鬼咁我阵间。OK。你时间。陈宁。啊。Kenji每一次嘅咁中意搭一个人，今日搭一个脚踢嘅位。吓？今日搭一脚只。我。帮手搭嘅话。计唔到喎。系，全场都系夹噶。我冇啦，边度帮下？嗰度帮下。呢啲个同得。 所以咪下次又咪一个跟我哋camping系咪一个Kenji出现，Kenji可以帮手嚟搭嘅。OK， 我讲啫啊，你未必可以帮噶，因为好攰啊。因为仲帮紧手。你点过嚟喎？我系热个鬼咁样，所以我除衫。我热个鬼咁样，Kenji 仲系玩火。遥控山翻嚟冇？ 咩？哦，系喎，你嘅玩狂是浪漫嚟咯。咩？而家只恶波拉风扇嘅喎，唔怪之咁唔惊玩火啊！死万烧，死万烧佢喎。做嘅啫喎。好似恶波拉风扇，好似几爽下哦。啊，恶波拉，恶波拉识做哦，唔会点解用只？中国咯，你讲华语啊？系咩？你有讲华语？恶波拉中国咯，系咩？ 啊，我不啦，你识住哦，你用一两个来给我们玩一下哦。有没有review一下啦？啊，有没有review一下？最好有两万的，我觉得有两万的风扇是最好啦。我不啦，嗯，啊，那我跟你讲，我们的 FM 不只是可以拿来吹床，还可以吹头发。很方便啊。啊，就是给我借来吹头发。很方便。我解密了新的功能啊。 有咩我哋系唔敢做嘅，我系吹头发都可以嘅 app 泵，你话几方便系咪先？是不是落水煮饭好有体会啊，系咪啊，就话系咪？我哋有 first camper 落水咩咩体验啊？我先行你门，我就要我嘅 good。啊！呀，狂风暴雨嘅狗系咪啊？狂风暴雨啊！ 现在有一点突发情况哦，看到吗？这种就是叫哇，这地方我的看前面全部是变成河了，因为这里是有稍微的倾斜，这整个位置从那边开始，从那边开始这样慢慢的那水越流越集中，越流越集中，越流越集中这样。 所以我们的底下全部都变成很浪漫，现在河中漫步啊！我哋嚟讲系咪？当你搵唔到靓嘅地形嗰阵时啊，你嘅 can 就会入水啦，浸水咯。点解咧？点解咁讲啊？因为我嘅 can 依家就放喺一个，你自己睇啊，你睇，浸晒水咗。 浸晒水咗，我倾呢排大镬啊！呢排点讲咧？我开俾你睇下，入边入晒嘅，听冇？出事咗呢排，大镬啊！呢排，但系入边系未入水嘅，好彩系未入水嘅。 哎呀，所以咪好嘅厅真系，你水床咁样瞓。今晚咧系因为我嘅系包场，系读书咧，我话迟嚟，搞我依家系咪冇晒位，双位又放咁个位。
呢個位置，我諗唔到佢係浸水嘅。欢迎来到猎部落，欢迎来到猎部落。今天我们来了一个新的营地，是全新的营地，在哪里？对，很刺激啊，在松岗位啊，松岗松岗附近啊。 OK， 也是这条河就是松岗松岗来的这条河。Yeah. So 进来这个营地之前呢，会经过这个桥，我们 miss 了两次才走到这个桥进来，因为真的很小这个桥。不相信是车道啊，车路。是我没有想到车可以过得到，因为。Defender 也进得到来 ，Hilux 也可以进来 ，Hilux 也进得到来 ，Isuzu D-Max 也当然我的 CRV 也可以了，都蛮可以的。进来过后，这里有很多个营主了，所以我们不光是右手边这边，对，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，给你们知道一下是什么。就其实它这边要搭也可以，但是我们没有了。哦，这个可以搭的，都是他们的。哦，啊。那这一片就是我们包下来的场地了，这一片够大哦，够大啊。什么？这个营地叫什么呢？就是这里啊，就是前一阵子常常有看到的 Rimba Bikers 松爱冲咖，我看了很久，我很想来很久了。其实这个地方。说、so, 这是如愿以偿来的了，拜拜。他们已经走了，我们已经体验了2天1夜了，过后我们才给你一个完整的 review。这样这营地呢，有蛮多厕所，有4个厕所，四个还有不同，还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位置，它有坐便啊。等下我们一一带你们去。厕所很简陋，但是还算干净的，干净还算干净。冲凉的话就自己带多个桶啊，桶很小的。主要啦，方便啲啦。我觉得比较简陋啦，啊，这样子咯。系噶。So， 车就停在，不能乱停。这边可以停，总之是营主的范围的地方就可以停，因为那边是另外一个营主的地方。哦。那边是另外一个营主的地方。野狗啊。所以这条路以内的范围，你都可以放你的东西啦。OK。昨天下了倾盆大雨，这里就成了河流。成了一个小河，我看着我的 carpet 浮起来飘着。昨晚我都是啊，我又瞓水床啊。你直接睡在湖上面啊？我那个 campsite 又是浸水啊，我位。这个整个 campsite 你不用选地方，因为什么呢？下大雨起来，每一个地方都是湿的，都是浸的。所以来这个 campsite 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就要带一个非常防水的东西，然后尽量不要把东西放地上，尽量有东西是可以。搭上来，这是最靠外面的 campsite， 所以我们这里有老人家、有小孩子，很小的，我们就建议搭最外面，比较方便上厕所。嗯，厕所非常简陋，但是属于干净的。干净的，干净的，没有问题的。然后洗脸盆，水洗手啊，不要开开心啊，洗手 OK 的。但是你开个水，水啊，系都几大嘅，整个 OK 嘅。边边啊 ，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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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，OK， 大嘅。是河水的，广州的水。So， 这里就比较小一点，这里的水，啊，开给大家看，就这样小而已。河水冲上来的。对，它比较小，但是我们目测到水还可以啊，还可以啊，比较白。我昨天就原本想下河冲凉，哪知道下雨泛红。然后河水就变黄色，我们就没有在河水冲凉，所以我就在这里骂声了。OK。还有一样东西，很多蚊子，带多点鸡鸡蛋头，蚊香没有什么用处。点蚊香，我们是6片6片这样来点，一次过点6片打在一起，那个烟这样子啊，那蚊子才走。这里的蚊子真系多仔啊，好夸张。但是我很喜欢它河啦，然后其实它的环境还是很舒服的，就是它是泥地哦，可不嘛。哦，又系啊，因为很多蚂蚁，所以你听到所有什么可不这样子的地方，就会很多蚂蚁。那这后面就是另外一条河了，开仔。啊，后面就有一个小河流，真凉爽啊！这里，系啊，它这里的河很清澈，一下。好清系啊，今日冇咁清，系寻日落咗大水。哦，昨天是更清。系啊。晚上就不行啊，一下雨全部黄泥水啊，变。系啊。因为这里泥地多。系。所以当
当没有下雨的情况下是很清很清，所以我们刚来的时候是很清澈。呢个我嘅 camp 真系有咁样咁样嘅繁荣，但系我嘅系 enjoy 嘅，是是是，是非常的很舒服，系好舒服，觉得很舒服。同埋呢个冇咁热，我嘅对，蛮凉爽。它的风是一阵一阵来的，系。然后现在没有风哦，好凉但是多一下子它会一下子有风来，一有风来是很舒服啊。现在就很多蚊子绕来绕去啊，所以我们快做 ending 啦，我收拾买东西，吃完我们的午餐，我们就要走了。所以记得把垃圾带走啊！啊，可以的话带更多的垃圾离开了。OK， 一起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一步。对了，这些垃圾呢，你不用带回家了，你包好来放在其中一个区，一个地点就可以了。啊，他会帮你收拾。领主会帮你收拾。是的，这里就是很好处的地方。分享我们的影片，下期见，拜拜。做个嘢的时候呢，就是要被人灌走的。OK。有啊有啊，谢谢。Oh my god! Yeah! Yeah! 切啥心？切啥心？我老婆之前没切。切啊！耶！厉害不啦？Yeah!